找着我的金蝉呢？这是不是你偷走的我的金蝉呢？我的金蝉哪儿去了？你们还不赶快给我找我的金蝉？哎呦，吴员外呀，志良，就你这破东西，本姑娘才不信。住手！还你吧。我的金蝉呢？可是要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刺史大人为属下无能。大人，哎，他来了。参见刺史大人和上座大人。什么个情况？啊？是什么个情况？王超金三刀遭遇抵抗，追打。王超向上座大人、哎，这么严重的工作事故，你大人。自打王超调过来之后，这就是一个灾星啊！您的意思是本官用人不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身为一名军，在市区人员聚集之处就是你的失职，不费罚你半个月的俸大人。好，首先呢，我的治安情况。少主有多勤快？吃饭啦！吃饭啦！处边陲，是人员混杂，位置特殊，王超所管辖的范围之内，小钱八起斗殴和狗，但是萧捕头所管辖发生，这是个什么？解释解释，什么情况？说。我全城最大的两个市场，还有局，再加上现在，行吧，哎呀。工作的失职跟天地有什么关系？天干物燥，阿信。上佐大人，激什么动？继续。阿信，没让你继续喷我。那么下面做重要总结，部长。王超，你来到闽州时间不久。民情社情的调查与下阶段的工作，有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刻意。能力归能力，态度很。娘，只是刚才一时嘴馋。你说哪儿来的？我今天跟小六打赌，来尝尝好吗？哼，想不吃可别后悔哟，好不好吃？我听说呀，这张马老九和两只烧鸡，昨天晚上他的值得奖。谁让他那么缺德的？赵玉佩缺个奖，根本就不值钱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都跟我说的，他有一个部落杂工。什么？以后免得他把你带坏了。听娘的，小六是谁呀？娘，来喝口酒。
是谁并不重要，这起诉杀了那个何时行动我不一定。肖捕快，王捕快，不好了，刺史大人中邪了，这边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仆人，老爷，他太奶奶留给他的佛珠不见了。老爷，无赖，我的。老爷，打着。哎呀，小捕头，我太奶奶送给我纪念呢。小捕头啊，这指定。大人，萧捕头在这儿。大人，你一定替我想想办法。你一定神武精确啊！对对对，你帮我精确啊！你一定替我想。借你三十的弟子们，乖乖好，现在就去。陪你一杯，好啊，酒儿，哎，给爷爷不陪酒，全来了。小六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好，别醉了呀，还指使我？住！干什么呀？佛珠是不是你拿的？小捕头，在下王超，是我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干过，这一。我只是问问情况，你知道什么说什么。进城中有个飞贼，他就不偷菜偷饭啥的。那你知道是不是用飞针作案起？二货呀。那你知道这两天买了什么奇珍异宝吗？呀，老板开米店的那个雇了，还买两个妖妖的妞。啊，你看着买两个妞。小捕头，拿着。干啥呀？谢谢谢。讲究的是人赃俱获，才算完事儿。别气。我看你身轻如燕，走正道，非要做贼，把手给我，我拉你上来。谢谢你，我叫侯宇。在下王超。我就是拿回去玩两天。经主人的同意，
就擅动别人关灯以后再走，我绝不会手软。我才不会被你抓到呢。错，不会再偷了。再来抓我呀。小朋友，我送你。没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那人丢失了一串佛珠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知道佛珠的下落，请告知在下。来问路的，问路，进去。大晚上问路，好戏。明早十人四见。今天叫你来呀，发誓不许生我的气。姑娘，我现在因为这件事在陪你玩。哎呀，走。哎呀，只不说一句，你就跟着我说一句。王超以后一定会对说呀，我王超以后无论他做错什么，无论他做错什么，生他的气。咦，果然是你佛祖面发过誓的，再说我是特意给你送过来的。方大夫，就医术浅拙，我另请高明吧。要求见老爷，也不干嘛这事。他说佛珠找到了。佛珠，佛珠找到这总什么。这个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啊。奶奶摸了那个佛像。说得好啊。这姑娘谁啊？就是这位姑娘。姑娘，你对我潘某人有再发的名，既然你立下了大功，有什么要求只管说，不要客气。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大人。我想跟王大哥。那不行。有什么不行啊？行。二父老，我三母成功的本州的治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因而为本州为胡女儿颁发。瞧，真是令牌，哪儿捡的？哎呀，什么偷的？红姑娘的令牌确实是官府所收。哦，昨天晚上我好人娘，你居然还娘，你干什么呀？对，娘要再这么无理取闹，小心啊你！你打吧。因为协助办案有功，刺史大人不信你。你以后要照顾我们家鱼儿，警告你啊！不许打我女儿主意。不敢不敢，晚辈不敢。王大哥，
我们现在去哪？有贵重要材失窃，咱们去现场。哎，开，都是自家种的啊。给你钱。谢谢。红姑娘。大哥，请讲。你现在已经是不行，必须要改。咱们是执法者，不可执。你要是答应我，以后呢？哎呀，我也是认真的。前天你们报案时，我们今天过来就是看看现场，这才是放在什么位置啊。鱼儿出去了。请你放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等我回头给你买。别跑！咱们拆的道上的规矩，什么规矩？规矩？什么狗屁规矩？少废话！阳关大道你。嗨！居然不懂自己的兄弟，来滚开！否则老子一刀劈！吹牛都不用纳税呀！十里了，这次的贡品非贡品的警戒护卫。哦，你们一起去。鱼儿，你就别去了。你呀，就跟我去醉仙楼，好多好吃的。民不多时，多谢刺史大人。周捕头萧世北，王超。护卫大人在本州的案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跟他们讲，立刻辞职。请。看我的。胡适和马尿来了。哪里来的野葫芦，就敢在这撒泼。你是什么人啊？竟然想对不是什么人都杀。都没有，打完了就赶紧滚。又来一个送死的。那么多好月亮，听这个名字也不是什么，点滚。难道你是无命爷？知道爷爷的名字就好。害死你的人，真理想得偏歪。你们都做好准备，一到咱们就动手。好的，好的。
快果然身手不凡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你交给守卫吧，去医馆包扎一下。二，咱来个近水楼台，你想吃什么？大头儿，王刚刚遭遇强盗了，咱们也没事儿。王捕快和几个差役受了伤。哎哎哎！我在那边。大哥，你咋成这样的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才几个时辰？伤及肺，尿也多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掉那个情趣，可谁料害得我大失所望。下次我绝不会拿到。这人你也没死。公公，王朝的事不听。放肆。放我出去！由不得！放我出去！绑好，绑好啊！是啊，这批贡品。大人，翡翠玉石，一共是一，这是贡品名录，请大人。吩咐大人收好就是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最早是爪哇国的一颗珠子，都彩似雪，夜里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光，更是光芒四射，请加持。带上它，无灾必祸，甚至……哎，好。刺史大人，潘大人，这可是二位大人，饭菜已经备好。吴大人，请吧。慢点，二位大人，你们先去吧。谁大人请。张哥，你受伤了，你多吃点。哎，今天有惊无险，我敬你一杯。您太客气了，确保大人和贡品的安全。嗯，不让喝酒。闭嘴！今天杯酒又有何妨？再说了，好，来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让你管？把我们红姑娘给惹生气了。你给惹生气了？那王某，我今天就要看看王捕快的武功。啊啊！你们是？刚才不理人家，现在又。没事吧？好了。
真让他吃，把自己练习还好吃。是啊，你突然离席，所以就跟了过来。真的，既然是你自愿跟过来，就现在要去成席上。那你不想陪我？你陪。鱼儿，娘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不乖呀？以后跟那王春娘，你还记得娘讲的呀？这话说关中宁二爷被霸和五鬼围攻，这柳寒烟使出了绝活。都受伤，说时迟那时到，就劈向了柳寒烟的后背，全力一剑就刺到他了吗？那柳寒烟就是娘和你爹绝命神剑华仗义劫富济贫围捕，你爹为了报。说的这些和王大哥有，别忘了，那时候娘就忘了，你和王超走得那么近，你别忘了，在他们心里我们永远有过的有话，就你一个女儿，娘不想大人，恕不远送。走，撤，撤。烫手的山芋，总算是走了。何出此言呢？那个王博士，你去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。潘世鹏昨晚已经上宫子里的七彩玲珑珠，就开始下手了。大人，我就把大人扶回去。谁？要不好，不好，对吧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走走，回家吧。啊，大人，不怕死，不怕死。是，哎，是谁？祖虎大人，祖虎大人，未知该怎么做，不叫了，那就是去。我家鱼儿不想见你。刀口舔血的行当，你怎么能走吧？以后别再来找玉儿了。下山后要谨记，你是公门庄府正义，千万不要误了本分。公告，切记，道不可亏。谨遵师父教诲。Thank you.
送什么给你呢？不送我什么，只要你不无理取闹。你这不是……哎呀，快点呗！给，这碗盏呀，这是我爹送给我娘，不仅刀枪棍棒伤不了你，就连……不过呢，这么……那你的玉坠我也不要了。这点升迁之事还望员外客气。事成之后下官回来美言两句，小我送你。这两秘，特别是这个红姑娘，你可以。小斧头，啊，你这，大人，大人，去迎接。便钦差大人，闽州接旨，奉天承运。请七彩玲珑珠与来朝的镇军大将军陆清远、潘世鹏全力协查，无职者一律因此臣妾看此时司马驻扎在城外，还要有劳潘四使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大人，换了我你也紧张。小武道，依我看，嫌疑最大，只有他俩，我
怀疑，畏罪潜逃了。那还不赶紧去？对，待着，待着。把他扶回医馆去吧，你们大人有令，倘若你们挡路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我替你们守。见尸，这你这么想，把你断了的七彩玲珑珠，既然这宝贝已经到世之内，务必找到，否则你就跟潘一起消失。小六，哎，爸，傻丫亮，放心吧，你爹家。王大哥喝了你的这些药啊，什么时候关心你娘死了？哎呀，王大哥天天伺候你，孝敬你。多亏了金丝软甲。大哥，看你伤口恢复的愈了。女儿，多亏了你照顾我。你别说了，你也不能受这么重的伤。到时候惨，我们就去杀了肖顺北那个狗东西，远走高飞吧。他们肯定会找咱们的，你和伯母要倍加小心，一旦用公权作恶。烟嘛，少废话，红鱼儿呢？坐起来，是。不好了，二娘被抓走了。是。
怎么？月爷，怎么是你啊？来，这一路。清雪爷，咋的了？得是大神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放小薇一条生路。我就想跟你打听个事。什么事啊？头两天听有一个打扮的相当严实，让他辨认一块佛珠，他鉴宝多年，他都没法辨别此物，此物就是七彩玲珑珠，打扮的挺严实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除了他那双脚底下的呼啦啦，就是小偷。卑职，算我没看错人，水头不错。公公知道了。那您这个意思，只是公公您孝顺的份上，我不妨，我要这个七彩玲珑珠，穷奢极欲。你转佛珠能有什么大用处？曾私下说过，完整的男人，殡天后的七彩玲珑珠陪葬，聚拢阴魂。要不您怎么不远提到了这位艺人王超？您老跟王超也有积怨。我可惜呀、啊，我还未来青雀王超缉拿入。以您老的威望，那哪有那么容易？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雨，后来此案惊动了。我又如何想当初在京城里声名和那个六扇门，我一时也奈何不了他。天在这里，货给我们的，肯定有危险了。别担心，只要我们把他和那些被抓捕的人，自然就会没事了。你不能总这样。哎呀，不是说让那个王超顶罪了吗？那还不赶紧把他抓？哪有他的影啊？陈捕，他说别人行，谁能了他人？王超，七彩玲珑珠不是我的，把它交还给我。哎，这宝贝果真是你的。大人您想想，如果这事那是那是这么说，七彩那还不赶紧交？王超说他要亲自交到钦差大人手。
判此事，本公公位高权重，潘大人，能品带回交给圣上吗？只是那王超，他要上。四少大人同款曲，可是罪加一等。请公公稍后，让王超把贡品交到您的手。青雪老弟，不必拘束。人如何？你把贡品交。卑职只是一名大人，并无深交。但无论按律，我应当交。再者，我也想让他释放那些被无故关押的民众。什么清晨为人钦佩，将军您过奖。四去衙门，将跟你一起。我毕竟现在还被当成一人先驱，将军您稍后。好，你要让本公公等到什么？这就派人去找。早已经远走高飞了。不用高飞，我去。东西呢？少。你没听到公公从来都是奉旨办案，我只是公公。大胆狂徒！王朝啊，前重臣，你把贡品交在大人手上更加稳妥啊。那你，王朝，那东西明还想血口喷人呢？公公，公公，你看，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要不，啊，哦，四府衙门再不起来，梁公公也在。你呢？当然不在，只不才。敢问公？四使大人，五品可有巡回？贡品，嗯，啊，我相公，多亏了这位姑娘带路到四使，你这个堂堂神府亲事。姑娘，还就是他们两个。梁公公，和我一起回京面见圣上吧。Thank you.
君，卑职一向知道钦差大人禀明圣上，请静候佳音。老夫走。我带你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。啊！让个去吃好吃的，老娘我呢？咱妈要带着您一起去啊！哼，这还……哎，皇上，给你1000头牛吗？就是给1000头牛啊！那幸亏是个骑，把你给气死了！我去！走！